一次出国没有一起去，我的哥哥终于可以独立的生存了吗？真的，你就是大概十分钟就要叫一次喂喂喂喂喂喂，想你了。大家好，我们中双电影，我是九哲，我是伟伟。今天我跟伟伟要进行一个特别的任务，就是分开旅行。他的目的是日本，我的目的呢也是日本，只是这次我的目的地呢是东京，我是去大阪。但是目前有一个任务，就是说如果伟伟不在的时候，我会因为什么事情想到他，或者呢我需要他帮我做些什么。第一次出国没有哲哲一起去，他没有我应该会蛮不适应跟蛮不习惯的齁。不要说伟伟不在啦，我可以代替伟伟。你们觉得我在什么情况下会想到伟伟，或者是我需要伟伟的什么地方？我觉得应该很多地方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生活白痴。每次跟你们出去最常听到的是什么？哎，伟伟那个帮我怎样，伟伟那个怎么样。因为呢平常呢所有大大小小的东西都是我背，一切的事物呢他只要说伟伟东西，伟伟那个我就会拿东西给他，所以呢，我要猜测几点他一个人在国外的时候会发生的问题。第一点，一定就是他还蛮爱干净的，所以他吃饱饭，或是就是他可能摸到某些游乐设施啊等等，他之后一定要拿湿纸巾擦手，或是拿酒精喷手。我有湿纸巾，我有卫生纸，吃完饭，对啊，吃完饭的时候需要喂喂喂卫生纸。这时候呢，他没有我在旁边，他找谁拿湿纸巾？这样很重要。然后我好像就是帮个。吃到什么东西会想到他？生鱼片啦，照生鱼片。对啊，昨天不是来看生鱼片，拉面生鱼片。说到这边，你已经有开始想伟伟了吗？有，刚刚马上就是说，哎、欸，你平安到了没？就是会担心一下。对我来说还是小朋友嘛，小朋友一个人出国，就是哥哥还是担心、啊。每次跟你们出去，最常听到的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伟伟那个。以及最后一个点，我觉得身为一个感觉上好像有点地控的哥哥，他应该时时刻刻一直想到我吧。而且真的看过他们私底下相处，真的你就是大概十分钟就要叫一次伟伟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常在影片里面提到伟伟这两个字。那接下来就真的遇到什么事，我就拿出这台相机。对，接下来一想到伟伟就拿出来。那我觉得相机还是要收起来的。那现在我的班机是8:20，我们就看接下来的五天的行程吧。找伟伟了，对，差点被你发现，就是可能有些照片嘛，我觉得问伟伟拍的好不好看，因为我自己不太会拍照，很多照片都是伟伟拍的，像我完全是不会自拍的。鸡肉饭，为什么拍鸡肉饭想伟伟呢？鸡肉餐，他讲这些全部是伟伟最爱的，这样想到伟伟，伟伟太常出现了。哲哲的影片好像有点问题，我猜他现在念想伟伟吧，我们等一下去证实看看。你刚刚有没有想到伟伟啊？当然有啊，一下飞机，我才刚入境而已，连行李都还没有拿，里面就有一些状况。平常这时候就是可以跟伟伟讨论。那我们现在要去领行李了，好吧？踏入日本第一步。那今天第一站呢，就是我一个人要前往日本东京的无人车站去探险，并且呢走完地底下有非常多台阶的日本无人车站，没有哥哥绝对怕怕的。好，我们走吧。没有哥哥出国，出关入境，拿行李买车票，到一个地点不通的地方，然后接下来我要出发到一个离东京市区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有哥哥在的时候，总觉得所有事情都会有人可以解决。这时候是弟弟长大成男人当自强的时候。可是刚刚就是提到，就说我在生活面会想要伟伟，吃饭会想要伟伟，你们觉得还有没有？这真是标准的3C白痴。没有伟伟的话，如果你现在手机漫游上不了，完全无法工作。我刚刚自己用的，你刚刚不是这样是自己用的吗？我不是撞，就是撞到吗？我是刚刚自己用的。你没有问我，你没有，不好意思，他有问我。没干嘛，漫游被撞到，不用干嘛，好不好？自己用。哎，你想想，好聪明哦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用。因为我要发 TikTok 影片，但是好像不知道怎么去发那个新闻。你不要跟我开玩笑，你不知道怎么发 TikTok。喂。喂，想你了。
等一下，我是认真的，这个到底是谁的？你们要用那张桌子，两个人用这张桌子，各自分好不好？不要乱丢。不是我跟你们坐，你们受不了。可以坐你的床上吗？不要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你们还没洗澡，不要乱。哦，我跟你们坐，你们受不了。你也是，你们都一样。你是不是开始有点想微微了？没有微微，很脏乱。下一班往我要往目的地的最二线呢，还有46分钟，所以我打算，那我们就在这个热闹的地方找一间拉面店来吃吧。人吃的非常非常的多，我有点担心，所以呢，我就随便选了一间看起来是蛮厉害的海鲜洞饭。来日本就是要吃海鲜。OK， 那刚刚呢，我们非常随性的进了一家店吃完，我意外的觉得超好吃。我觉得我们可以进站内等了。从上野搭新干线到上越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呢到达了这个上毛高原站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跟刚刚完全都不一样了。现在是日本的黄金周，哎，我现在来到这一个站呢，整个站都是空的。刚我在上野要准备搭新干线过来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我觉得新干线它不是很好买，之后我也是问了那个站务人员，然后他帮我按那个新干线的出票机，我才拿到票的。然后之后他出了两张票给我，看了一下这个票，我不是很能理解。反正呢，我就进去，我就照理说我就拿一张投进去，然后他不给我过，为什么？之后我就问站务人员，你知道他稀奇的是，你两张票你要夹在一起，同时插入出票口，不觉得超酷的吗？为什么是同时插入出票口啊？然后机器就给过了耶。我刚好蛮幸运的，我从那个车站出来，外面就有一班我要接下来要到一个水上站的一个巴士。这种又湿又冷，然后又买一把雨伞的天气，哎，我突然想到这个，这就想到伟伟了，因为伟伟超爱逛免税店，要装之类他就喜欢逛。来，然后我们现在吃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这一餐一定装。哎，你有发现一件事吗？为什么他这里的一栏的名字全都倒过来？这栏一不是一栏哎。哎，入口在那边，入口在后面。哦。我们在人家的。员工出力啊！想说这拉面绝对就已经重，我以为就是喜欢吃拉面。我要穿足球鞋，奥萨卡。但关我们什么事啊 ？Brother，Brother，Brother，Final Brother，Yeah！ 订阅、分享、开铃铛。哎，现在呢？排队，为什么要开相机呢？我以为应该也很喜欢排队。我们刚刚在排在员工出入口，哎，他也在窃笑。哦，排完队之后从后面进去了，对，就真的又走回来了，就一下去后面，一下去前面，一下。问题是你不会日文吗？对啊，怎么了吗？那你要下次先看一下日文。我觉得空单应该不是，就应该看过很多一栏。对啊，但是我其实吃过两枚，那我没有吃过。我们巴士下车了，现在其实才日本的6:30，这个店家一律都是关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是在这个 JR 的水上站，这是最后一次的搭车了，然后我们就要到我们的土河站，也就是无人车站啦。今天终于我的第一站结束了，终于遇到人了，我不再是一个人了。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适应一个人去国外，我会很想要找人讲话。我一直不断的敲我们公司的小帮手，一直跟他们讲说我现在在哪里，我现在到哪里了，我在做什么。这时候突然想到，要回归我的主题，拉面又是泽泽我很喜欢的东西，可他一定会喜欢这个饺子，真的很好吃。泽泽羡慕。我现在发现一个东西，一定想得到我，你现在马上往。倒数了，倒数完了，现在是平成跨令河，然后已经倒数完了，然后听说有烟火，我们这边好像，哇，跑出来了，烟火哇！早安，日本第二天，我要跟大家讲，我没睡觉太夸张，因为他都不盖被子睡觉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哎，因为早上起来其实冷到翻哎，我竟然没有盖被子睡觉，然后可是他们一把我叫起来说，我一起床了，我马上把被子盖起来。
我们等一下要出发去吃中餐，然后今天我们打算在秋叶原跟涩谷行动。今天早上想到哲哲的事情是，他明明就比我早起来，竟然没有敲我的LINE，我觉得蛮特别的。我的哥哥终于可以独立的生存了吗？就我们今天是包车一整天行动，然后为什么要包车？是因为我们如果四个人到处移动的话，就是车费一定会比那个包车还贵。然后现在是来到新竹市，那为什么想到我们？就是我也希望他可以来这个地方，那里我也蛮喜欢的。总之，世界遗产。然后前几天在温州秀，这样看人还不觉得很多，然后往下看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大雨，大家才有闲情逸致出来、欸？哎。他们黄金周，而且今天是令和的第一年，哎、欸，就是我们今天是元旦，就是所谓的元旦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很荣幸的参与了他们的跨年跟元旦。这种大雨你心情如何？我的心情纠结，很复杂。我本来想要换和服的，我也想，但你现在换和服应该是来接雨的吧？对。刚刚语言不通，然后他问我们说我们是什么 group， 不知道他想问什么。我想说他可能是在讲我们有几个人，我说我们四个人吗？ group 对，那应该是我们团体。我们有团体吗？京都很多这种穿和服的店，对不对？对。三两步就有一家，而且这样和服还蛮好看的，就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。哦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坐一整天的车子。超舒适的地方，这里叫做天龙寺。其实刚跟清水寺一样，因为它毕竟是世界遗产嘛，就使用者付费的。我会在哪里？蔡微微，我在这里。太变了。这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都还不是哦，还没进去是不是？还可以看看。你们两个让我想到伟伟了。你刚刚讲什么？你刚刚就是想要你们拍 V 了，然后你看到天龙寺，你就只讲天龙寺，就没后续了。对，我突然好想要伟伟来接主 P 哦，就不然没有人可以对应啊，就没人可以打我话，就自言自语了。哇，它这也蛮特别的，是可以坐这种稍大一点点的船，然后是由船夫帮你划，不是自己划。哎，那想要录这边呢，因为看到湖会想到微微，微微是湖中女神。这边来到渡月桥，哇，好大声哦，好想拿 GoPro 出来收音啊、哦！来到渡月桥，觉得好壮观哦，好多人，怎么会这样？哇！我们一起过桥，也朋友不管去哪里都很开心哦。哎，今天是什么？明天最后一天，明天就会变成你。你喜欢跟我穿一样颜色的衣服？早安，蔡家。早安。你喜欢跟我穿一样颜色的衣服？是不是暗恋我？是暗恋我？一定要这样才有点击率。你帮忙增加的是他的点击率。对对对。今天的第一餐就是来吃一个很多颜色的面。想要看这支影片的话，可以到鱼干的频道里面去看。耶、yeah, ，今天是第二天，然后呢，我哥哥拍了一部计划，就是非常疯狂的花了10,000块台币的车子。你算自由路径吗？有，我知道，从大阪逃来东京，哇，就甘心。哎、欸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输了，我们这次是分开旅行，你竟然忍不住现在找我，我不是在找你，我只是想要拍我的影片而已。你就是忍不住了，一天你就忍不住想要来见我，你输了。好啦，所以你现在要回大阪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要回大阪了。所以想要看这支影片我的反应的话，可以看一下右上角的资讯卡，点进去看一下。拜拜，哥，来，我说。这哥哥看到一定觉得超帅。我们也喜欢这类型的。对，我们两个都喜欢异性。嗨，今天是第二天的结尾。第二天之后呢，我们就一直在秋叶原，给大家看一下战利品。这箱是我的。没有两只娃娃鱼竿塞的，超会塞。百变罐跟一盒超大的异形帅翻啦、啊！然后鱼竿也是很厉害，鱼竿跟菜渣这个上面全部都是他们的战利品。
然后我们的阿静也是很猛，他有些东西收起来了，可是他有一只超大的，好好摸。然后今天是凯洛的生日，也是平成的最后一年，最后一天，新年快乐加生日快乐，还有忌日快乐。然后累爆了，晚安。现在要登船了，特殊事件了。他说刚屋顶怎样下降30公分？来，这是日本行最后一个景点，攻城略地，到达了目的地啊。那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宝宝，我们要回台湾了。我还会再回来的耶。